没有空啊，呵呵。
几点？不一定。所以你是因为我们要过来，你才去吃饭的吗？没有，我就没有啊，我已经吃了，你打给我已经在吃了，我已经吃完了。他对面有帮我买面。哦，你说雅芬他们？对，他有帮我买面。我就跟雅芬开玩笑说：“哇，你老鸟人呢。”